学长，你现在有任务吗？现在没有，怎么了？那你打我一下。嗯，我不会打你。不是不是，就是给我发个打我的表情。为什么？我也不会给你发这种表情。可是我想要你给我发。发这样的不好吗？你犯规了，周宇选手。嗯，不是，你就给我发一下嘛，我不会生气，就发一次。那好吧，等等，我找一下。我没找到太合适的，不过突然想起来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再发一次。你竟然打我。我不应该喝着水跟你聊天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嗯，惊吓都有了。你呛到了吗？没事，想补偿的话就发个亲我的表情。泽言，你打我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快打我一下。莫名其妙，我打你做什么？不是，你就发个打我的表情就行。我没有这样的表情。那你有什么样的？是不是很中老年的那种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之类的？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存一堆乱七八糟的表情吗？我很少用表情，有什么事直接说比较有效率。那我借你一个，快给我发一遍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闲？嗯，你发一下嘛，发一下嘛。然后你竟然打我。这个表情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就是找不到机会发，所以让你配合一下。幼稚。怎么了怎么了？你难道不觉得这表情很有趣吗？是很有意思，但不实用，你不会有机会发这样的表情。妈妈，你打我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也没让你真打嘛，你发个打我的表情可以吗？嗯，我找一找。这个可以吗？嗯，你居然有这张图。嗯，之前这个梗很火的时候保存的，因为找不到更符合你要求的图了。这个也行，你再发一遍。好。哼，都怪你，也不哄哄人家，人家超想哭的，捶你胸口，大坏蛋。哼，捶你胸口，你好讨厌啊，要抱抱，嘤嘤嘤。哼，人家拿小圈圈捶你胸口，大坏蛋，打死你。你竟然打我。很可爱的表情，原来前面铺垫那么多是为了给我看这张表情吗？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嗯，老实说真是吓了我一跳，差一点就笑出声了，还好是在办公室。是吧是吧。那既然我这么配合，你能不能也配合一下我呢？哎，可以。要发什么？发语音吧，我发的那张图片念给我听。嗯，洛洛，你打我一下。我一拳过去你可能会死。你竟然打我。不是我，我没有，你可别瞎说。Give me five。 你竟然打我。打你怎么了？信不信我再给你一拳。都怪你，也不哄哄人家。所以呢？人家超想哭的，委屈巴巴。斗图圆满结束。撒花，开心的搓手手。啊，居然还有。你不是也留了一张吗？这回彻底没了。我也是。嘿嘿，好好上班啦，不要沉迷斗图，晚上回家呀，我跟你分享最近收藏的表情。